刚刚有同学呢下课讲这个蓄水症，这个蓄水是不是停水？对的，因为这个蓄水症啊、蓄血症啊，这都是什么呢？这个症候都是后世学习伤寒论的人啊自己总结出来的。蓄水，张仲景没有提出蓄水两个词，知道吧？哎，没有提出来，所以说这个是后世啊这些住家学习的人提出来的啊。蓄水，蓄嘛我们知道停蓄的意思，积蓄的意思啊，那就是水停在哪里呢？停在太阳膀胱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住太阳是膀胱经，如果在经症的话，那就是它的一些表症的症状啊，脉浮头项降通而恶寒。那么随经入里，就从经症到腑症了。腑症是哪里呢？就是膀胱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之为叫什么呢？叫这个病邪随经入腑。蓄水症呢，有时候也提出来叫做什么呢？叫膀胱腑症。膀胱腑症就是蓄水症，蓄水症就是五苓散症。真正的来讲啊，真正来讲，很严格的说，张仲景的原话就是五苓散症。所以蓄水症也好，膀胱腑症也好，都是后世的提法，你可以不去管它啊，可以不去管它，这是后世的提法，你也是后世人，你说我不要我不提，行，完全可以。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，什么要必须要呢？就是五苓散症你就不能够把它弄掉了。你说我不要五苓散症，那你要什么症啊？那没症了，是吧？就五苓散症你记住就是行了，你可以不提蓄水症，也不可以不提啊这个太阳腑症，都完全可以啊，完全可以啊，我可以告诉你。那因此来讲啊，它的蓄水是水停下焦，那么水停在中焦呢，就叫做茯苓甘草汤症。那么这个汤症会在厥阴病里面出现的，哎，厥阴病里面出现的，伤寒厥而心下悸，当之其水啊，不尔水之入胃必之利也啊，这是厥阴病的时候提出来了茯苓甘草汤症啊，它叫伤寒厥而心下悸，亦先治其水，不尔水之入胃必之利也啊。那么它们的区别呢，就在于一个口干一个口不干，就这么简单。水停在下焦就是口干消渴，口渴小便不利，水停在中焦就口不渴，因为它是停在中焦，没有影响到下焦膀胱的气化，因此它也不存在小便不利的情况。它只出现什么呢？水停在中焦阻碍了中焦的阳气不散于四末，因此它出现了厥症。什么是叫厥症？厥者，守住利人者是也，反阴阳气不相瞬间便为厥，厥者，守住利人者是也啊，这就是厥症。伤寒厥而心下悸，这就是水厥，水停中焦阻碍了中阳之气的布散，四末呢感到冷，出现了个厥逆的症状，心下悸动不安，茯苓甘草汤症啊，这个呢是个鉴别。在我们的条文里面73条你就看出来了啊，太阳伤寒汗出而口渴者五苓散主之，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，它就是用变口渴不渴啊，变水停在中焦下焦啊，这个就算了。下面呢我们开始讲太阳虚血症。其实呢你也可以不讲是虚血症，什么症啊？头和承气当症就可以也行啊。看条文106条，太阳病不解，热结膀胱，其人如狂，血自下下者愈，
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，当先解其外，必外间以但少妇皆解者来可攻之，以桃贺成气汤。啊，这些条文都要背的啊，背的嘛，对，背的对好，对你们有好处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些条文，你看我在跟你们讲，我都是在背的跟你们讲啊，我都不看书的呀。啊，嗯，要知道一点就行，知道就行啊，不一定要背得那么死。我们是用法，第一要用法，第二要用方。在用法的基础上，方就可以变动了，知道吧？加减。其次才是用药的量，量嘛又是因人因地因时因病而已，啊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不能读死书，死读书，读书死，那就叫读书死了，死在书下，啊，所以说，看看啊，这个太阳病不解，指的是太阳病啊，没解。那没解，病在太阳还不在太阳啦？哎，不在太阳了。病在哪里呢？病邪入里传里了，知道吧？叫热结膀胱。这个地方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地方的膀胱不是真正的指膀胱的胀气的那个膀胱啊，不是指胀气那个膀胱的膀胱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应该指的是一个下焦的部位，是下焦的部位，就是太阳病没解，邪热入里和淤血，关键是淤血啊，就是这个人本来就有淤血在内，和淤血互结于下焦，就是这样的。出现什么症状呢？其人如狂，就是神志症状，有点像要发狂的那种情况，神志有点不太好啊。然后就告诉你，这种神志不好是因为热和血互结的原因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呢，因为热和血互结的比较清浅，有的时候它可以什么样啊，它自己可以化解掉，就出现了血自下，这是自下啊，自己自然自然然的就化解了，血自下，下者愈。其外不解者，就是说假如他的外感症候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怎么办？尚未可攻，你还不能够用攻下的方法，当先解其外，就还要先解表。外解乙，表症解完了，但少妇积结者，但之只是仅仅而讲的啊，但啊就是但，只是仅仅只是少妇积结者，就少妇感到很积结，人又感到了一种神志上如狂的症状，那这种情况又没有外感表征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可以断定他可能是下焦血热互结啊，可能是下焦的血热互结，怎么办？要用桃核承气汤来攻下淤血啊，攻下淤血的啊。所以这一条它的关键的要点在哪里呢？一个从条文上看是少妇积结啊，结结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人如狂。少妇积结的话不就小肚子胀吗？小肚子胀，那是不是要解手哦？要解小便哦。如果小便不利，那会不会是五苓散症呢？对不对？咳咳小便不利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讲啊、哦，
所以这个方子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辨证要点，就是小便自利。小便自利，小便自利与小便不利来辨别水是停在，而是辨别是水热互结在下焦呢，还是血热互结在下焦，是病在水分呢，还是病在血分？病在水分就要从水分而治，病在血分就要从血而治，这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治法啊，截然不同的两种治法的啊。这是我们讲的桃核承气汤啊。所以治疗的时候呢，用桃核承气汤，看看呢，桃核承气汤哪些药啊？桃仁50个，去皮煎，大黄4两，啊，这个桂枝2两，啊，甘草2两，芒硝2两，上5味，以水7升，猪血20半，去渍，纳芒硝，更上火，为肺下火，先施温服5合，日3敷，当为利。这个方子啊，其实就是调味承气汤，加上了什么？加上了桃仁和桂枝啊。那么桃仁起什么作用呢？活血化瘀，对不对啊？桂枝起什么作用呢？温阳行气啊，温阳行气。桂枝呢，也可以走血分啊。还可以通经活血的嘛。那么调味承气汤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？泄热软坚，知道吧？取瘀。所以这个方子啊，是治疗虚血症初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啊。虚血症初期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就是虚血症的轻症，比较轻微的啊、嗯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先施温服5合。先施什么意思啊？先吃啊？先吃是不是叫先吃啊？先吃，先吃温服。先施就是要要求你在吃饭前吃，饭前吃，哎，饭前吃。饭前空腹的时候服用，为什么？啊、嗯，先吃，哦，先你吃饭，然后再吃药，正好反掉了啊、嗯。先吃就是在食之先，啊、嗯，先吃，为什么要先吃啊？啊、嗯，为什么要先吃？因为病位在下焦。知道吧？病位在下焦，所以我们呢服药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先吃药，啊，后吃饭，啊，先吃药后吃饭，也就是说空腹的时候温服，这样药力呢自趋下达，啊，效果就好一些。同时呢，他还要求你吃了药以后还有一个，有一个症状，叫什么？哎，当为利，就是要有点拉肚子才好，知道吧？你如果把先食当成了先吃饭，那么我就告诉你吧，你先吃饭再吃桃核承气汤，你是拉不了肚子的，你就不为利了，不为利就没有很好的效果，知道吧？也达不到效果的。哦，所以这个要注意的，你不讲你就不知道。啊、嗯，不讲不知道，你正好讲反了啊、嗯，这讲反了。他为什么要违逆呢？就是要使淤血借阳明为出路，使邪热泄掉。如果不逆呢，就泄不掉，就这么简单。啊、嗯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。好，下面再看一条，抵挡汤证。抵挡汤证呢，就很清楚了，讲到了啊，讲到了小便利与不利的，他讲啊，
太阳病六七日，表证人在，脉为耳沉，反不皆胸，其任发狂者，以热在下焦，少腹当一满，小便自利者，下血乃郁，所以然者，以太阳虽近，郁热在里故也。涤荡汤主之。这条有一个倒装语序，就是涤荡汤主之应该跟在哪里呢？跟在下血乃郁后面啊，就太阳病六七天，表证仍然在，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？出现了脉为耳沉。脉为耳沉，那就说明呢，这个病啊已经向里传了，脉象上已经起了变化了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出现什么变化了？有没有出现接胸症啊？没有，他讲反不接胸，就说明他不是接胸，没有出现接胸的症候啊，这个邪热没有出现在胸部，那在哪里呢？哦，在下部。你怎么知道在下部啊？他讲其人发狂，这是一个啊，就不是如狂了啊，前面是如狂就轻微一些，这里真的是发狂了，神志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。以热在下焦，以嘛是当，因为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热邪在下焦。这个热邪指的是什么热邪呢？指的是血热互结的这种郁热之邪啊，就虚血症的郁热之邪啊，这种虚血症的郁热之邪在下焦。那么因此呢，它要出现什么呢？出现少腹当一满，就前面我们讲了少腹集结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少腹当一满，小便自利者，你看这个地方就提出了小便自利了吧？就小便不利，就病在水分；小便自利，就病在血分。这就是我们的辩证。小便自利，少腹一满，其人发狂，脉为耳沉。这就是这个症候的主症主脉。脉为耳沉，其人发狂，少腹一满，小便自利。这正是说明了下焦蓄血啊，血热互结于下焦，出现了这些症状。因此他讲下血乃郁，就一定只有通过攻下把血下掉才行。用什么？用桃核用涤荡汤啊，用涤荡汤。这后面来了一个解释，所以然者，就是说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太阳随经。什么叫太阳随经啊？也就是说太阳病的表热随着太阳经入里，知道吧？叫随经入里，这两个丢了两个字了啊，就是以太阳随经。随经什么？随经入里啊，入到里部了，入到膀胱腑了啊，随经入里，所以呢，以太阳随经，淤热在里故也。啊，这种血热互结的淤热在里，这个里是哪里里呢？是太阳经之里。啊，太阳经之里。所以这一条是讲的是蓄水的重症。啊，脉呢来的时候啊比较沉微，这说明它的邪气啊聚集的比较深沉啊，比较深沉。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发狂的情况，说明他的淤热积滞比较重，已经扰乱了神明，心主神明，心主血，知道吧？血热互结导致了心啊的神明失养，出现了一种啊心不主神明的情况，发狂，少腹一满，小便自利，这是下焦蓄血的一个主要症候。怎么办？破血逐瘀。那你讲了这一条不是讲吗？还有表证人在，这个表证没解，我应当先解表后治理啊。那怎么这里不讲先解表后治理啦？啊？为什么？哎，这个地方就体现了一个治疗原则。
就是表里同病的时候呢，如果表证里证都不及，就应该先表后里。如果表里同病的时候里证及表证不及的情况呢，叫先里后表，知道吧？必须要治疗哪个积极治哪一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这情况啊？哎，就是我们平常处人也是这情况噻，啊，两个人，一个人怎么样啊？一个人7天没吃饭了，在床上睡着在那，要死了。还有一个人1天没吃饭，他也准备跟他学，你限制哪一个啊？你当限制7天的咯，赶快把他治了，你不治了也许明天他就敲根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一天的没关系，明天再去劝劝他，哎呀吃饭吧，我们为什么不吃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不吃干什么哈？不吃白不吃啊，吃了也白吃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呢，机子要变轻重缓急啊，变轻重缓急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症候比较重，里症重，因此治疗的时候呢就直接治里症了，就用抵挡汤，就顾不得表了，不顾了啊，好了也许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用它124条抵挡汤啊。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啊，太阳病125条啊，生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地也，抵挡汤主之。这一条其实没有什么讲什么东西，它只是强调了一点，强调什么呢？小便不利就是无血，小便自利就是有血，是吧？但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地也，什么叫地啊？地就是确实的意思，坐实的意思，就是血症啊，确确实实坐实了，就是这一点啊。所以前面的话呢，生黄脉沉结少腹硬，这都不是虚血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小便不利，它不是虚血症。那它是什么症呢？我们知道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地也，抵挡汤主之。那前面的一个小便不利为无血，那是什么症啊？生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，这是一个下焦湿热症，知道吧？哎，湿热发黄症，出现小便不利啊，湿热发黄的，当然是不是抵挡汤症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这就不是抵挡汤症了，这是一个。那既然是这个情况啊，那我们治疗呢用的什么？用的是抵挡汤啊。抵挡汤，抵挡汤是什么药啊？水蛭、芒虫、桃仁、大黄。水蛭、芒虫各30个哦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多不多啊？哎，蛮多的咯。啊，一个一个30个，30个攥在手上一捧啊，一大捧啊。啊，桃仁20个，大黄3两。水蛭、芒虫它是虫药，最能够助瘀啊，能够助瘀啊，能够助瘀的，活血泄热破血助瘀力量非常的迅猛。配上大黄怎么样啊？泄热去瘀。桃仁呢，活血泄热去瘀，知道吧？关键是在水蛭、芒虫这两味药啊，滋入血分啊，滋入血分。所以这个方子的药力啊，远远的要比桃核承气汤要重啊，要重要厉害。所以在治疗时候要注意到，注意什么？哎，一个身体不好的人要注意，怀孕呢，年纪比较大呀，身体比较弱啊，
对不对？同时还有一种内出血，正在出血，不是淤血啊、哦，不是陈旧性的老的血，淤血就正在出血的这种情况呢，你要考虑，要谨慎一点啊、哦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求你的身体要壮实，身体啊壮实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症候呢要比较重，要符合，这时才用这个药，抵挡嘛，是不是啊？抵挡本身的本意就是说势均力敌才叫抵挡一下噻，对不对？哎，才能够抵挡的嘛。所以这个来讲啊、嗯，这个方子是这样的。下面我们再看看呢，还有一个抵挡丸啊，抵挡丸。抵挡丸是哪一个呢？伤寒有热啊，少腹满，应小便不利，经反利者未有血也，当下之，不可余药，以抵挡丸。症状上，抵挡丸的症候啊，和抵挡汤是一样的啊，抵挡丸啊和抵挡汤症候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他把这个汤剂改成了丸剂而已，这是一种。汤剂改丸剂怎么改的呀、啊？他水蛭20个，芒虫20个，对吧？桃仁25个，大黄3两，他把这4味药啊，捣成4丸，就是把这个4味药啊，打成粉了以后呢，把它和在一起，和在一起呢，就分成4份。每一份呢就做成一个丸药啊，每一次呢用水一升煮一丸，每一次啊以水一升煮一丸，这个时候呢把它煮成了7盒服下去，7盒一升呢，煮成7盒，一升是10盒，一升有10盒啊，10盒水煮成了7盒，就是煮的时间比较短，耗了一点点，耗了1/3水，剩下来就把它吃下去。吃下去以后，他讲了，萃食当下血，萃食啊，就是24个小时，一日一夜，就要出现下血，啊、嗯，如果不下呢，更服，就再服。你不是4个丸药吗？还早呢，各地吃4天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吃了一次下血就不吃了。没下再吃，吃了没下再吃，它有4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用丸药不用汤剂呢？啊？为什么？用丸药呢，比汤剂啊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叫做菌药缓头，懂不懂啊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意思啊？菌药缓头啊，菌药缓头，就治疗有些疾病啊，药很厉害，但是呢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有时候不太好，这是一个可能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药很厉害，这个病需要吃的药时间也比较久，比较长，就是1次2次也是解决不了的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往往就把汤剂啊就改成丸剂，改成了丸剂以后，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，叫菌药缓头。就是改成丸剂以后吃的话呢，它当时这分量就肯定减少了，减少了以后你吃的时候呢，又是整个连渣渣都吃下去啊、哦，所以它的药量，整个的量呢看来要小一些，但是它的药力，它起到一种徐徐缓缓推动的作用啊，徐徐缓缓的推动，所以这样的效果呢，就是既达到了效果，对人体呢也得到了一种保护。
啊，这就叫做菌药缓头，这个要学会用啊，这个是蛮好的啊，这是一个，这就是我们讲的虚血症啊，虚血症。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，虚血症跟虚水症的区别在哪里？虚水症就是邪热入里，遇水邪，就是以前体内所有的这个水饮之邪，户结。户结在哪里呢？户结在下焦，影响到膀胱的气化功能，出现了小便不利、口渴。伴随着这种小便不利呢，也会出现什么症状呢？小便不利嘛，肯定小肚子就胀噻，就叫少腹里急、苦里急啊，苦里急，为里急所苦。这是一个。如果外邪入里，和里面原来就有的淤血互结，这就叫做是呢血热互结在下焦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它就会出现什么呢？就会出现其人如狂，其人发狂，同时还出现了少腹积结。那这种少腹积结呢，因为并不在水分，也不在膀胱气化，因此你用利水的方法是没用的。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症候表现，就是什么呢？小便自利，一个是小便不利，一个是小便自利，这是便虚血虚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啊，这个我们要记住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那虚血症虚水症我们见到的多不多啊？嗯，多不多？不多，哎，很难见到。但有的时候确实有。这我来讲一个啊，就我以前呢，在教一个班，那这个蛮早的，我在老家的时候啊，教一个什么班呢？职工班，就是来读书的都是职工，中医啊，都是中医士，知道吧？中医士。你们现在很难听到这个中医师来讲，士，士兵的士，中医士再上去就是中医师，中医师上去就是主治医师，主治医师上去就是副主任，副主任上去才是主任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这个士是最低一级的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医师呢？没有了，我们现在只有助理医生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教的那个班呢，基本上都是中医士。为什么是中医士呢？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学历，中专啊，或者就是跟师啊，就没学历的。没学历怎么办呢？那成人教育啊，要提高他们的学历，提高他们的这个，提高他们的这个业务水平啊，就开了这个班。看来这个班呢也碰到一个人啊，碰到一个人，他就跟我说了，那周老师啊，他有个亲戚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不停的要解小便，不停的解小便，肚子最胀难受，看了很多了，看了很多很多地方。哎，他你是不是能给他看一下？学生嘛，对不对？周老师。老师焉有不看之理呢？是吧？那当然是给你看了，看了我，他就是看了很多的，他就把那个处方拿来看了。处方拿来一看以后啊，处方上都是啊，八珍散、五苓散啊、八珍汤啊，那都是一些清热利湿啊。消炎啊，通便啊，利尿啊，这些药应该是错不错啊，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他老是要解小便啊。哎呀，这个拿到以后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这个怎么治呢？哈，这个好像都人家都是这样治的呀，那这样治的话我再这样治有没有效果了？就没效果了，是不是？
当时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呢。这时候呢，他就讲了，他讲我啊，睡下去，我能摸到我这地方有个包，就膀胱呢，膀胱上面啊有一个包。哎，我说有一个包了，不是麻烦了吗？万一是什么肿瘤，正好在膀胱三角区那个地方，不是有很多神经吗？你肿瘤碰到了膀胱三角区的神经，它就会有一种假的一种尿意，对不对？就有个东西，就像有种尿意一样。那有尿意就要解啊，解也解不出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想是不是会肿瘤啊？这时候我就讲，我来给你摸，我也摸不出来，摸不到，摸不到。我就讲，我有一个熟人啊，我给你介绍过去，给他打个 B 超看看，对吧？打个 B 超看看呢，你就看一看，看看是不是有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是有，那就按肿块治哦。结果去打了以后怎么样啊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怎么样？这个就等于我在教《伤寒论》了，正好在教到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虚血症啊，它有个很重要症状啊，就是小便自利啊，它出现小便自利啊，它是少腹胀不胀啊？胀，小便利不利呢？它一会儿解一会儿解一会儿解，那就是只能叫小便平，对不对？不能叫小便不利啊。什么叫利？什么不叫不利啊？不利就是解不利索，并不是叫脓闭，一点不解的叫脓闭了，对不对？解不干净，那就叫做不利。如果解干净了，但是呢一会儿有又要解，每次解都能解干净，那叫小便平，对吧？那不叫不利啊，那应该是利的呀。既然是少腹积滞小便利，那就应该是什么情况？应该虚血症。这时候就用了虚血桃核生鸡蛋，加了一些其他破血的药，还有利尿的药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哎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就好了噻。结果他跟我讲，他来的时候就讲，他来了，他是在隔壁一个县里面，他来了以后讲，他讲我今天上午哈，他开始吃下去的时候解小便，解成小便就像浓茶一样，很浓很浓的，就像泡了那个浓茶，很浓的茶一样。解完以后就感觉到轻松了，肚子那个坠胀啊，少腹积滞的感觉啊，就轻松了。然后再继续再解呢，就是第二次啊，再解小便时呢，就没那么浓了，以后就慢慢就淡了，这很奇怪，啊，跟我讲的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搞清楚，他为什么第一次就像浓茶一样，虚血，他真的有血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这个倒是不太清楚，他只是这样描述给我的。然后他跟我讲呢，你看我们来了，我今天上午到现在一泡尿都没解，那说明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对的噻。对不对？上午来找我的时候，他说他那个线过来找我的时候，他说我一泡尿都没解，那就说明他不是一会儿要解一会儿要解了噻。这就是什么情况？这就是虚血症，变对了啊，就变对了。多少多少前面从水分呢治不到啊，用五苓散、用八珍汤都不行，哎，就用的桃核神气加破血利尿药，就有效果。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啊，有没有这种虚血症呢？确实有。但这个人有没有发狂？没有。有没有如狂？也没有。他只是表现的是少腹积滞，老要解小便，小便很平，但是呢小便有利索，并不是解不出来的那个情况，也不是。这就是虚血症啊，这虚血症会是有的啊，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也有一些人在用的时候呢，发现呢这个下焦虚血症呢，有时候会虚血在小便，也有会虚血在哪里呢？大便，大便也有，就是大便内痔啊出血坠胀的时候也会有。用了桃核生鸡蛋，大便一解过以后啊，一出了血、啊、也有好的。还有呢，认为什么下焦虚血呢？就是
月经，月经啊，浴室有血块下不来，它也叫虚血，知道吧？也叫下焦虚血。同样的是用什么呢？桃核承气汤，一下而解。因此我们中医讲的这个下焦虚血，这个下焦的范围啊是很笼统的，它并没有指具体在哪一个脏器啊，没有指具体在哪个脏器。因此来讲，有许多许多的这个报道，有的是表现是在通过月经，有的是通过大便，有的是通过小便啊，所以这样呢都叫做什么呢？下焦虚血啊，用下焦虚血的方子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好，休息一下。